兰陵聚坊自1980年由吴敬吉博士创办至今已届30年。5月3日，在行政院文件会支持之下，于华山创意文化园区物美酒厂举办兰陵之夜活动。当日恰逢兰陵聚坊创办人吴敬吉博士70大寿，现场充满欢乐气氛。马总统、文建会主委黄碧端、前主委申学庸、台北市副市长吴清基等人皆亲临会场，与兰陵人一起庆祝欢度。兰陵之夜由回顾兰陵30影片揭开序幕，而第一代兰陵人刘若宇则带领悠人神鼓现场演出。我们知道各位这一段的努力呢，把这段台湾的文化做了很好的充实。常常觉得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的时候只有38年，来台湾呢今年60年，有很多的东西是过去我们没有的，但是我们在这个土地上开创出来了。所以我真的要向过去兰陵曾经付出过的所有的艺术工作工作者呢，表达我最诚挚的敬意。我认为最幸运的是，台湾的文化创意文化活力始终没有消减，在今天，在我们面对的很多的困难的时候，那我们的活力、我们的创意，在文化方面的依然是我们在所有的华人世界当中最可期待、最值得骄傲的部分。我在这里要谢谢所有在文化的不同的角落、各个领域，那就始终在努力、始终在发挥，许许多多充满着活力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而聚坊的成立带动了台湾现代剧场的发展，培育出许多优秀的剧场人才，包括金世杰、刘若宇、李国修、卓明、杜可风、陈以亨、李永峰等人。感谢兰陵剧坊对台湾现代剧场的贡献，马总统亲自颁证文英奖给兰陵剧坊创办人吴敬吉，表彰他的成就。而最后由纸风车儿童剧团的创意表演，让活动在欢腾的气氛当中画下了完美的句点。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